奥数彗星啊？哇！啊，奥数彗星，法力流系带，超严，知道吗？超严，这英雄核心装什么玩意儿呢？杀银书，哎，杀银书。谢谢猪猪亭的洛爸爸，或者艾黎也行，你也可以在艾黎都可以，随便，这都可以接受的。带着憧憬，全世界已经准备中单刀锋啊！这技能，这一级学个艺术师是有点难受啊！那刀锋追我屁股砍我，我都没办法。上单那玩意儿了啊！兜兜，平呗。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把这跳蛋给他打了。人们并不能时时刻刻都陪伴着我，但是音乐可以。搁这儿呢，来。兄弟，我的人头！我的心里满是雀跃，每一下都是一个音符。感谢，我是星星，谢谢微微的大锤。太他妈亏了，这可！我为什么带的是加血？好难受啊！我都忘了我带的是加血了。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美，只要你知道如何聆听。刀锋带的啥呀？带的点烟呐，啊，带的点烟。来唱个歌吧。歌声叫我感受。嘟嘟。呀，吃个小饼干来，再吃个小饼干，打不着。滴滴滴滴滴。又双杀了，行吧，没事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啊。放两个 Q 来。每次演出结束，我都会去到音乐与海洋相接的地方。再放一个 Q 回家。我有灵感了，赶紧写下来，画下来，唱出来。先来一个装备，这件装备叫做炉灯的激荡，啊，激荡。因为打人会加速。放到技能就可以加速，这英雄需要跑得快一点。还有50秒开奖啊！我们小厨娘现在只有12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！大家可以来一个试试运气。如果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和500啊！如果你出了这个寿司呢，还可以为我们超级粉丝团出一份飞劲的力。不会吧，你俩想杀我？等到春节的时候，我会邀请所有人和我一起演出。干哈呀这？你干哈呢？
你挺吓人呢，我这一看呢。怎么生了呢？他生的好快哟，我都没生。哎呦我靠，他居然生了！放弃，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要演唱二十种语言，我感觉既害怕又兴奋。我刚才其实那 W 双重施法应该加个血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我生了这波。一个好故事，每个故事都让我的歌曲更加别致。兜儿，好，我们赶快一波走。尘封已久的心，取悦他人远不如先爱上自己。插个小眼，往下走一波，这波我们溜了，基本上留人是随便留的，先杀锤石了。耶、yeah? ，不行啊！渺小的声音，那刀锋要拆我塔了。过街角，你的故事从此遍及天下。等这个兵消失啊，别着急，等这个兵死了的，我们先双 Q 清兵，然后 E 一下。你真不怕死，我从来不会孤单。加血来，哇，哎，刚才这个平 A 怎么这么痛啊？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海里翱翔，就像一只小魔鬼鱼。双 Q 没清了，那确实有点难受。没事，我可以加血。干哈呢？这怎么的了？这是啊？先给大来。兄弟，你大他呀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呦我操，万豪是个大人头啊！万豪的人头600块钱啊！万豪啊！我的豪哥！我的豪哥哥，我曾经见过有人一边动一边跳舞，太酷了！拆你一层塔皮。是不破败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破败王者之印吧？那不行，那确实有点猛了。这节奏响起的时候，谁能忍住站着不动呀？不行啊，他现在戳我们老疼了，这不能让他近身，让他近身基本上我们就没了。我看看我这炉灯差多少钱啊？哎，为什么 Q 会暴击呀、啊？
内圈会暴击是吗？哦，对，25%以下生命值的敌人会造成更多的虚区。原来如此，哦，明白了吗？快跑！别注意了，这玩意儿。没出错装备吧？应该没出错。不行啊，这刀锋现在看见我们，他就要杀我们，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他。出个护臂，不能出护臂，护臂是传说装备，不是神话装备。这干啥呀？这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蓝呢？这是要咬我了，快快快快快，你快上来。哎，减速，先把这打了。哎呦，漂亮兄弟，回家出我们的传说装备，先来个炉灯的激荡吧。这不来个美甲的窃魂卷，这能对得起谁呀？正好我们打着测试服，适应适应这个装备怎么买， AP 的装备怎么买， AD 的装备怎么买。奇迹如果没有你的身影，就是平平无奇的风景。有，没事，有。别摔下去，别摔下去！我无敌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中推吧兄弟们。有了蓝 buff 的我们还不无敌？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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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确实有点脆呀，还是得来一个小沙漏。我发现我们还是得整个沙漏，这不整个沙漏，一巴掌就把我拍死了。赶紧来个秒表。谢谢月亮代表我的新的飞机。先来个小秒表。
小龙可以要啊，虽然我没有大招，其实可以等一个我十一级。把下路杀了，把他劈了，漂亮！我摁了秒表，但是卡了。Nice。我们再来一遍。他怀抱着梦想，但世事难料，总是超出预想。柔弱的纸上一副涂鸦，他想要的幸福到底在哪儿？真卡了呀，本来就卡了嘛，卡了有任何的问题吗？每回打着美色符不都卡吗？本来就是卡了嘛。老鸡这么嚣张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可以打，我造一个视野啊，别着急。你干哈呢？你怎么老要杀我呢？我这一看呢，真是不出个沙漏是不行了，小伙子。走，给我找到这刀锋。兜走了。哎，我应该大他好了。哎呦，漂亮啊这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大招啊不是顺法，你知道吗？这大招不是顺发，你想打中人有点费劲。先来个皮孩吧，我们先整个皮孩。法师之靴是可以的，来个小布甲，省着这狮子狗老跳舞啊，挺烦人。仿佛刀剑，历历伤疤刻在我的心间，但任凭潮起潮落，我还是我。给我把蓝打了，兄弟，你们看着技能释放吧，凑合看就得了，那不中也比较正常。那200来延迟，我不仅我得预判别人的预判，我不仅得预判他的走位，我还得他妈预判我的延迟，我上哪能用得了去？我还得预判这老些东西。我撇个东西，他两秒钟他再往那放，凑合看吧。
这又不是什么猴这种英雄，那这技能都是点人放的，那肯定是中啊，那百分之百中。这玩意儿预判的技能，那肯定不太好中。就杀他锤石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是这狗给我瞪他，要干啥呀？要打大龙啊，打呗。我操，这刀锋十四级，我十一级，我佛了。他怎么等级这么高呢？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再，也确实挺长时间没见着他了。一只小魔鬼鱼，别野他，别野他，俺俩野不过他。准备好，我是这可野不起呀、啊！我要把这些小霸气的粉吃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来，勾他！这狮子狗怎么回事？这狮子狗到底要干什么？天哪！哎呦我洛克萨斯之手，给我砍！什么装备？可血战斧，斯拉克萨护手。兄弟，给我砍！没蓝了，这是。给玩死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好像打不过他俩，算了吧。正式回归，赶紧把我们沙漏给做了。每一只都在唱着不同的旋律。那狮子狗见着我就扑，见着我就扑，无论我们在哪里。拿我当经验宝宝是吧？是不是？来，不行，走，打不了了，撤，兄弟。950，差150块钱。别睡下去，别睡下去。锤石怎么回事啊？加速！我特别喜欢音乐听起来像下雨一样的感觉，这很奇怪吗？走回家，出我们的沙漏。你看你们都看我一眼呢，那不有那不开大了吗？那都。虽然说我可能会死，但最起码咱给他换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来吧，这回我看你怎么杀我。放心，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我不来，我都不想出沙漏了，我想出个冰杖。
这奇迹如果没有你的身影，就是平平无奇的风景。这下路怎么回事？ 哎，我来了！这女警好像要死啊！我这一看呢，别着急，等她穿。 哎，点他来！叮！中！ 你像这种没血了呢，就赶紧 QW 2连，加一手血。我们赶紧跑，这狮子狗指定来找我，快点跑，先把蓝打了，不管他们，让他们去打龙去。 好，回家。杀我是吧？喜欢杀我是吧？我看看啊。来。不要着急，美丽的女孩，仰望天空，你是最明媚的光彩。 这暴了个啥呀？这是啊！来，给你加个血来。我们可以中推呀、啊。这英雄主要是大招狠，他的大招距离特别远，他搁这儿能大到这儿，你都看不见他，他都能大着你。就是弹道有点慢。 我看能不能 R 哎呦！吸血狗呢？我出来！还跳舞！叮！注意 W 加血。 落手煞疯了呀！落手啊！哎呀，这英雄在他妈的测试服玩太别扭了，太难受了！这英雄没有一个技能是指向，就是指谁打谁的，全得预判。预判的我这脑袋都直疼，就得烂撇，只能烂撇。